你搁想要对我从啥？我要来跟你说道谢，我要结婚啊！你要结婚？我要跟叶少峰结婚。那不是伊对你有真心的亏欠，我嘛无办法遐尼简单的利用伊。多谢你替我拍遮尼好的基础。你嫁做是我一笔雅家，你即马阁要甲少峰结婚，你到底想要对雅家创啥？你偷偷看就会知啊。所以你想要较乖的，莫有白走。你若死啊，就看袂到最后的结果。给我放手！这条破链，你知影这条破链？我有甲这先生一模一样的破链，你到底是啥物人？你莫问遐尼济啦，时间到我就会予你知影，到时阵。就话咱两个算啥？不管你是啥，我拢不准你伤害叶家。爸，你来要创啥？家宴，啊，是你伤心的大事。啊，我是伤心的大事。阿妈哪拢无讲啊？你妈，无希望你哦，有亏欠，所以一直无甲你讲。因为你自细汉心脏无好，阴感你，即。固定要留去做家，阿母做家环境伤过复杂啊，尤其是阿凤伊妈一直咧找麻烦。恁妈希望恁姐当在一个较健康的环境大汉，所以才较生活啦。无一个爸爸妈妈会甘要甲囡仔送出去，恁就是对我无感情，才会甲我牺牲。你妈给你送给人，伊嘛真后悔，所以我唔再走去找你。爸呀，我才知影讲，连养父母给你袂掉，我嘛一直想要弥补你。啊，我最后哪会给你找出来？唔管你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我拢袂听。像你这种自私的人，莫在我的面头前假做一个好爸爸。太心酸，像你想的安尼。我真正是用尽心思在找你。你若是早早把我找出来，这话我会听。啊，不过你无，你害我受遐尼侪苦，你讲的搁较好听，拢无路用。你想要证明你是一个好的爸爸，只有一条路。你想要表现爸爸的爱，我给你机会。把你的命给我，我就相信你。你是不爱命是吗？佳欣，你敢不当卖安尼哈？我是爱你表现你对我的重视，不是爱你，让我看你活要紧张家里，你是不是分不对啊？不管是你、嘉玲还是阿红，拢是我的查某囝，我怎样亏欠你真多？就算讲你对我万分，也嘛只合理。啊，不过我敢当拜托你，我找个机会来弥补你。好啊，那安尼你就给我用张家玲的身份嫁给叶家做小奶奶，那安尼我收的苦就会变作是一种投资，
安尼就袂苦。你敢知个？你莫超过伊为难爸，你用心计甲咧对付叶家，你到底想要创啥？是谁叫你安尼做的？你的目的到底是啥？我唔免甲你交代。你若是有把我当作是你的查某囝，今仔日才发生的代志，就比以后莫乌白讲话，嘴较安。啊，若无我就把曹凤偷窃遐个代志拢压压出来，然后再上你，还有张嘉玲这位主咯，敢要答应？叶家虽然重情重义，但阮是翘翘人，你真紧让看破卡手，死个！你赶快接受听话，最后你用牺牲掉。我已经奉牺牲过啊，我不要紧。你慢慢来跟我讲有诶无诶。你莫跟我卡。你若是给我一个好诶环境大汉，今仔日我嘛无需要你来挑衅我。叫我改做张嘉玲诶身份过生活，根本就是咧侮辱我。啊，不过我已经找到关系啊。我真紧就会当找到这内底好耍的所在。我无想要看到你一错再错，我更加无想要失去一个查某囝。现在我讲话拢听袂落啊！我无想要听你讲的话。我爱你，派你对我的亏欠，一直活落去，一直到你死。好，那呢，我就阻止你。我绝对甲灭你背后的人找出来，这是救你的唯一方法。有一个无识西号码传简讯讲，阿凤甲一个查甫人伫附近的三福商旅约会呢。阿是，我去找一个较隐秘、有警卫管理的所在，以后咱就固定伫遐见面啊，较免伫外口犯法嘿。这也不是同款。而且所在愈固定，风险愈大。我知影你关心我，要紧。啊，不过咱两个人真正袂当阁见面啊。而且时间久啊，人就会放较松，无遮尔注意。你甲我拢同款。前几工你传简讯给我，好加载我先甲你的来电显示名称应该都是老爸。啊，若无代志就别空啊。嘛好加载，少强伊无去怀疑。是讲哦，若是倒是刚刚甲叶少峰讲起来，迄嘛得足麻烦。你爱知呢，叶家后袂少人伫咧怀疑咱两个人的关系。你讲的我拢知影，啊，不过我就是袂放心放你一个人去面对啊。陈叔，你即马这样物质，我的心就……那有电话卡起来？柜台讲有一个人讲，伊是我的阿妈，伊要起来找我。那真正是叶少强伊阿妈。咱两个人就害啊！紧紧紧，你紧走啊！好。等。哎呀，因即摆已经伫外口啊！唔，若是张干妹，叶少峰嘛来啊！哥，恁在家？这句话应该是我来问你的。阿芳，你还没回答我，是安怎你会走来家？我跟朋友约在家见面啊。你跟朋友约在家见面，安尼这个朋友是查甫还是查某的？当然嘛是查某的啊！你讲白贼，我拄则收到一个简讯，讲你甲一个查甫人伫遮约会。阿妈，我真正无，我唔知啥物人要安尼拍歹我的名声。我本地嘛唔相信啦，啊不过最近业界发生伤多代志啊啦，我是惊有一个万一，
还是有人利用你的名义要伤害你，所以我想想咧，也是决定过来一撮。谁知影你真正在遮？阿妈，我真正唔知影是啥物人挑故意要安尼抹黑我，啊，不过我真正无跟啥物查甫人在遮约会。你讲你这个朋友是查某的，那呢，你这个朋友怎么人呢？我这个朋友临时有代志，伊有可能会迟到，嘛有可能袂来啊。代志敢真正是安尼？阿凤，阿妈认为亲像你这么骄傲、搁笑面皮的人，应该袂做下面子的代志啦。啊，不过你若真正有做出对不起少强的代志，就趁即马，赶紧坦白。阿妈，我无。曹凤，你若是要把代志讲个清楚，那你即马我只好动手来把代志查个清楚。大哥。代志不要扛啊啦，少峰阿妈，啊我明明就刚刚约少峰来家，要偷偷讨论到少峰重新结婚的代志，啊结果哪会连你拢做伙来啦？安尼我要给少峰的惊喜，都拢不要扛啊！啊，原来阿凤讲的朋友就是你哦、喔！啊，我拄则问你，你哪无直接讲啊？讲叶叶做甚物的无有？迄是因为是我拜托曹凤替我保守秘密，才伊袂用讲出来。啊，既然要制造惊喜，当然嘛是愈少人知影愈好耍嘛。曹凤，是的啦，看起来我敢若害你去互阿妈佮少峰误会。无要紧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是讲哦，是啥啥无聊啦，啊传简讯来恶作剧，啊是有啥物企图啊？是讲除了迄个简讯以外，楼卡柜台服务人员嘛讲，曹凤就带一个查甫人起来呢。你看安尼，刚好像一个查甫的。嘉玲啊，啊你哪要装到安尼啦？啊，着最近有一个底片，想要邀请我演一个人格分裂的女主角。啊，伊大部分正常时阵是一个千金大小姐，有时阵一切困起来，伊就变作街头小混混。啊，我无把演好这么大的角色反差。所以就想要利用无代志的时阵，好好的时机。啊，有时阵哦，想过入戏，我拢会唔知我即马是张嘉玲，还是剧本内底迄人格分裂的角色 A， 还是角色 B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啊，你要处理公司的代志，搁要做家己演艺事业，真正是真辛苦呢。袂啦，这拢是我家己做的代志。曹凤就要见伊的小弟，只要有人会当去伊的小弟，不管对方是安怎，伊拢愿意甲对方联络。杜承恩就要讲话，曹凤佫就爱人顺伊的意，两个人自然就会行到我。曹凤，其实拄则杜承恩走来甲我威胁，伊哪有甚物头啊，甲你威胁的？就我甲伊讲，我无希望，因为伊捌甲曹凤斗相共过，就甲曹凤勾勾缠。伊无欢喜，嫌我家暴，就走来对我歹声嗽。拄则我伫咧走廊拄到你的时阵，杜成就伫我的房间内唔肯走。刚刚嘉玲早就知影啥，煞伫咧替曹凤暗砍。啊是，阁有啥物其他的问题，是我无发现到的。
啊，既然我要让少峰的精神被发现啊，伫咧遮嘛无意义啊，啊，要归去啊，咱回去厝内底讨论。哦，我乖乖行一个啦。啊，无，咱大家来转来。好好好，来，来转来转，行行行。